昨日講到佢哋上咗個嗰、那個酒店最高一層望出去，佢指向咩？座座木指向沙灘以及70,000棵松樹所在嘅位置，以及一棵松樹，話佢已經係成為我哋希望嘅象徵。好，而家繼續同陸前高田呢70,000棵松樹有關嘅，仲有一個比較不温馨嘅故事啊！就係前往參觀座座木嘅臨時屋嗰陣啊，佢話俾我聽，呢個故事説明咗日本人喺身處危難嗰陣時啊，缺乏互助嘅合作同精神。佢嘅臨時屋係一座起得唔錯嘅木造建築，位於離城鎮遙遠少少嘅山丘上面。佢將西瓜同埋可以必斯放喺桌上面，角落一個小神壇上面擺住妻子嘅相片，相片前供奉咗香同埋蘋果。呢個係我嘅皇宮，請坐。佢面帶微笑，將椅墊鋪喺地下度。三月就係海嘯潮水退去，好多遺體被發現，於是生還者想為亡者留下死去嘅記錄，但有啲人依然係身份不明，有一啲全家都被沖走咗。佢凝視住地板，做做木咁樣，冇人仲會認得出呢一啲遺體啊！呢啲情況好多。他們的骨灰被擺放到一個盒裡面，用白色的棉布包裹存在普門寺。這座寺院跟其他佛寺是一樣，因為地勢較高，而且沒有受到海嘯的侵襲，一些遺體身份不明，至少肉眼分不出。六月一些遺體被沖上岸，有一具遺體被沖上岸，他可能被卡住咗喺啲瓦礫當中啊！遺體被餘震移動咗，震咗出嚟。佐佐木講：經過實驗室嘅技師進行 DNA 嘅鑑定啊，先判定咗佢係一位嘅舊同學嘅遺體。陸前高田嘅生還者諗用冧咗嘅松樹嚟紀念死者，應該係再好不過嘅方法。鎮上面嘅人咧，將部分嘅樹幹切成三百四十個木塊，每個木塊刻上死者的祝壽和紀念物，然後將木塊送到南邊425英里的京都，打算在8月的大文字山祭典上面燒了它。在那個場面之中，京都周圍的山丘都會燃起著紅紅的烈火，這些火形成三個很直的中文字大。五山送火的祭典的目的是送走死者的靈。根據佛教的傳統，死者會在八月中旬最悶熱的幾個禮拜去拜訪他們的親人，結果大引來反彈。京都的居民抗議木塊可能會帶有輻射能，因為陸前高田距離福島受災的核電廠僅100英里，燃燒這些木塊可能會有危險，於是官方拒絕接受。京都可以說是一個封閉的冷漠的城市，日本是一個怎樣看待這個城市，一如全世界這樣看待日本一樣。京都人講自己的方言，很多京都人都認為自己的文化是日本的最正統，對於幾世紀以來貧窮而且被邊緣化的東北根本看不上眼。從京都人的眼睛看來，我們東北人就好像鬼一樣。佐佐木這樣說，可怕是在於他們認為輻射能是會散播去到京都。他繼續說，京都應該是日本的精神中心，我們花心血在松樹上面寫字，到頭來他們只是顧著自己。日本原爆的生還者、被捕者經常被鄰居歧視，擔心輻射會傳染。海嘯過後發生過幾名救難人員拒絕疏散福島核電廠附近的人民的個案，甚至有疏散中心要求先對人民進行輻射掃描才給進入。至於340個木塊就被退回去陸前高田，而後在四方形的螢火中就焚化。這個還
這個未是傳說的結束，由於後悔加上遭到大眾的答覆，京都宣布去改變心意，準備燒了那500塊陸前高田的松木，於是一批新的木塊又做好運送的準備，但這些木塊經過測試之後，發現有微量的鈷，這種半衰期30年的放射物質，京都方面又認為這些木塊太危險而不得焚燒。妻子在海嘯之中罹難的陸前高田市市長戶宇泰，甚至為了造成京都人民的焦慮而道歉，儘管是一個有尊嚴的舉動，但其實應該都接受道歉的是陸前高田的人民才對。在每日新聞的專欄作家布斯廣對這件事表示難過，有些人批評京都政府和負責祭典的人心胸狹窄，有些人就認同他們的決定，說是不受情緒左右的冷靜判斷，他這樣寫。其他人想知道為何人民會恐懼這些微不足道的輻射。我向8月16日京都的大文字火懇求，希望明年來自地震海嘯災區的木頭能夠送到去五山送火的祭典中燒毀。正當佐助木講述松木遭到拒絕的來龍去脈那時，我注意到俊樹悄悄地離開了座位，我抬頭一望，發現他在點緊香，他跪在地上叩頭，對著佐助木的妻子靜靜地在拜祭。好，他這一部分轉危為安就講完，明天第三章賭國，好，收台，明晚繼續。